风止住了手不忍吹醒课桌前的少年，遥远的光阴走慢些，未来大把失眠。你骑着单车渐行渐远，去了南海的月，责怪天气预报没有预言某一天多云的夜。你看前面的好看，前面的。五分钟后，我们的美人鱼表演即将开始，请大家移步深海展区进行观赏。我馆拥有目前世界上最长的海底隧道，在这里你可以惊叹于水母的曼妙身影。穿越呈现包括惊险的鲨鱼海湾在内四种不同海洋风情。那风止住了手不忍吹醒课桌前的少年，遥远的光阴走慢些，未来大把失眠。你骑着单车渐行渐远，去了南海的月，责怪天气预报没有预言某一天多云的夜。小小太阳，小小云雪，佯装无意从回忆口袋掏出了想念。哦，一如初见，青春原来美梦成真是这样的感觉，明明感到很幸福，却又像悬在了万米高空，一边兴奋着靠近了太阳，一边害怕着会坠落。我们隔着玻璃，像隔着两个世界的外壳，他有一天会离开的吧，就像爸爸一样，这世界上所有的美好都会有消失的一天吧。谢谢。啊，奖励你刚才笑那么好看，你有点失误了，肯定刚才压着。你身上为什么总有糖啊？
因为我想让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都特别甜。你不吃吗？不吃。怎么样，是不是超级甜？严同学成绩很优秀啊，谢谢。So why do you want to join our company? I'm very optimistic about the development your company. I think your company attaches important to talents. So this job is easy for me. I think I can do it. 那行吧，你回等通知吧。可能我英文没那么好，您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回头同学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谢谢。因为我口语不是特别好，所以我就得日常加紧练习。你这么勤奋的练习，是不是因为快毕业了，想找工作啊？对。现在的行情就是这样的，中国的公司，面试官也是中国人，但面试必须得用英文。工作找得不顺利吗？因为我没有太多的面试经验，所以我的面试英文也不是特别好，都一直在碰壁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可以帮你。刚好这段时间不是很忙。你帮我啊？我之前在国外工作生活了很长时间，所以英语还可以。而且我的公司也招聘人的，我也算是个有经验的面试官。薯条。OK， 那您今天喝什么 ？Blue Label。存酒。嗯。好，您稍等。喂，你为什么不答应他？见了，你是那种有便宜不占的人？正经的，我听 Apple 说他是金融圈的，事业做得很成功。如果你能跟着他学习的话，对你毕业面试有很大的帮助。那要照你这么说，我跟他练口语反而是成附带的好处了。对啊，这交易得公平吧？人家教我口语，那我拿什么回馈给人家？你管那么多干嘛？接触久了，你才知道别人要什么。万一不对劲，撤就完了。再说了，说不定人家对你真的只是单纯的赏识。你赶紧的，他上次的存酒。陈先生，您的酒，我刚才想了一下，其实
不好意思，接个电话。喂。啊，我跟你蛮好的，就是最近太忙。没有时间回去，你们多注意身体啊。嗯，常来常来。谢谢。去吧。陈先生，送您点小吃。你刚刚想说什么来着？您也是杭城人啊？是啊。怎么，你也是？对，我们家富县的。您家哪儿的？你是富县的？我就在市区。哦，那我们离得挺近的。是。你们富县的那个一中是省重点，我初中的时候差点过去读。我就在一中读的初中。是吗？嗯。那我差点可以成为你的师哥了。我最后是在实验中学读的。哦，实验中学，我还去你们学校参加过数学竞赛，然后最后是栾校长给我颁的奖。栾校长？嗯。在我那会儿他还是我的班主任呢，在你那会儿就是校长了。对。啊 ，OK， 我先去忙了，您慢慢喝。哎，上次点的小吃还有吗？哦，好，你稍等啊。地狱真是很奇妙。几分钟之前，这个人还和其他客人一样，都是漂浮在这个大都市的浮萍，飘在上海的霓虹灯下，灯红酒绿，纸醉金迷。我们无法看清彼此，也不需要看清彼此。现在，却感觉他的身后蔓延出了根系，变成了一株很实在的树。而且，这株树的根系是我熟悉了解的那个叫做家乡的地方。他也变得特别亲切，好像成了认识多年的朋友。陈先生，您喝完了，我再给您倒点。不用了，我也差不多要走了。怎么样，小老乡？我刚才给你的建议，我给你的建议这么难决定吗？不是，是您的建议非常好，只是我不习惯麻烦别人。哼，那你第一次那样，算不算麻烦别人啊？对啊，我还挺好奇您上次为什么会帮我呢？朋友之间帮点小忙，应该很正常吧？更何况我们还是老乡，你考虑一下吧。需要我帮忙，给我打电话。走了。您慢走。借我用下笔啊。你还我吗？都借我用一下。哎，你还我。哎，还给我。别闹了，还我。你俩干嘛呢？来图书馆不好好看书，以后别来了啊。哎，我才不想来。What？ 你干嘛？走走走。哎，书。走。在图书馆乱跑什么呀？哪个系的呀？站住！国贸系，沈恒。在图书馆公然打情骂俏，老师也不管管。倩倩，这群里都传开了，说严小晨跟沈侯在一起的时候，可不是平时在我们面前那副冷漠的样子。
不是这样的，我听赵雨环说，好像是沈侯为了挽回面子，所以花钱雇杨有臣演了一场戏。花钱？嗯。多少钱啊？好像是30000吧。凭什么？哪值那么多钱呢？他，你说沈侯是不是疯了？你怎么在这儿睡着了？对不起啊，就是有点累，我坐这儿歇一会儿就睡着了，对不起。没事吧？多注意身体啊。谢谢。Bye, my friends. Bye now. See you. 来，这是刚才给的小费。今天收获可以啊，老规矩，月底结。嗯，我收东西去了。你干嘛？怎么了？你撞我，你还问我怎么了？那又怎么了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天为了约到他在厕所门口偷偷勾引他的事情，乐队的人可都看见了。想不到名牌大学的高材生做的事情和路边接客的也没什么区别嘛。哎哎哎哎，奥利维亚，是什么味儿啊，这么臭，你干嘛？嗯，现在空气清新点了哈。哦，你别忘了帮我把那个盘子收一下，谢谢。哎，干活。严小晨，你除了抓住机会，你的人生没有别的选择。程先生，您什么时候方便？哎，喂，程先生。后天是周日，你方便吗？可以啊。这样吧，来我公司吧。外面天气冷，室外不太合适。而且我们是针对性的练习面试英语，公众场合的话，你应该也放不开吧？啊，那行。那就这么定了。周日见。哎，好好好。麻烦给我一下您公司的地址，谢谢。旭辉大厦，8楼。10分钟之后，学校门口见。我们去看电影。嗯，我有事儿，今天请假。你今天又不打工？我有别的事儿，今天来不了了。
谢谢。本来还想打算下去接你的，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。请。你一个人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，看来我已经获得了你的信任。我在酒吧工作，什么样的人没见过？只是觉得你有点怪。哪里怪啊？咱俩也就萍水相逢，你却一次一次的帮我。随便坐。我们可以开始了吧？哦，这是我的简历和面试资料。不回微信，罚款100、200。猴子，打电话呢？没啊。那你怎么老盯着手机看？谁看了？玩不玩了？输了怪你啊。哎，倩倩。喂，邢磊。先布个文案在你那儿吧。啊，在我这儿呢，我先发你，稍等一下啊。好啊。哎，我不玩了啊，我出去走走。外边下雨呢。哎，猴子，你去哪儿啊？啊，图书馆。沈猴是要去哪儿啊？哦，他说他去图书馆。给你发过去了。嗯，拜拜。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我还是不太好。其实看得出来，你为面试精心准备过，面试是需要准备的。但记住，尽量真实的面对自己。面试官虽然职位比你高，社会经验比你丰富，但也都是从你们这个年纪过来的，他们没指望你们这些还没踏出校门的人有多能干，他们更看重的是你们的性格和潜力是否符合公司文化。怎么没听懂啊？我举例说明啊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，他们更喜欢勤奋踏实的人，投行会更喜欢有野心聪明的人，咨询公司会希望你性格活跃，喜欢出差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会希望你谨言慎行懂事。如果一个性格适合去做投行的人不幸进了国有商业银行，不仅对他来说是个悲剧，对公司来讲也是一次资源浪费，反过来也是一样的。其实面试官有的时候拒绝一个人，不是因为这个人不够优秀，而是因为面试官通过自己以往的经验来判断这个人不适合这个公司。那如果提前把面试的答案准备好了吗？你总能想到投机取巧的办法。生活所迫。你们刚要踏出校门，缺乏自信又很着急，总想着抓着一份工作就是一份工作。职业是人一辈子要做的事情，在现实允许的情况下，尽量可以选择一个跟自己性格爱好相符合的方向。人生第一份工作尤其重要，如果选错了，需要花费大量的努力才可以去纠正。精彩，太精彩了。
我都想报名程总的就业培训班了，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啊？今天不是周末吗？你怎么来公司了？我要不是因为周末来物业拿一些东西的话，我怎么能有幸看到程总在公司举行这么有意义的私人活动啊？下雨了。Have a good day. You too. Bye. Bye bye. 稀客呀！哎，饶饶，你见识了呀？人不就在你面前的吗？就你们两个？是啊，不然呢？外面下大雨了，你们带伞了吗？嗯，没带。没带，那你们一会儿怎么走啊？哎，要不这样，我送你们回去。好啊。来，收拾一下。那，哎，倩倩，要不你们先回去吧，我这还有点资料没找到呢啊。我就是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多说了两句。希望可以帮到你，确实很有帮助。你比我之前见过的那些面试官要厉害多了，如果再多被你问几次的话，应该就能游刃有余地去应付他们。其实我们可以常约的，练习一下英文和面试技巧。不会很麻烦你吗？不会的，我刚回国，也没有交到很多的朋友，空闲的时间很多。谢谢你帮我的这两次，但是如果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地方，你就尽管跟我说，我不想欠别人。通过这几次见面，我越发欣赏你的直接了。我帮助你不光是因为我们是老乡，其实我还想把你发展成我们公司的员工。通过你刚才对我的面试，我已经学到了很多技巧，以后应该也不会那么紧张了，所以我回去再好好练练。好，我们年底会招聘一些新人，如果你到时候还没签约的话，可以考虑一下我们。怎么没看见严小晨？你不是他老板吗？你不知道他去哪儿了？他跟你说的。我觉得你对小陈也太苛刻了，你们既然分手了就别互相打扰了，要不然弄得也挺尴尬的。这是严小陈的意思啊？这严小陈到底去哪儿了？可能去打工了吧。哎，快到了，你自己先回去吧。那你怎么办啊？我没事啊，走了。哎呀！我来来来，起来，快起来！别，慢点。没事吧？路太滑了，脚崴了。那还能走吗？应该能吧。快试试，来，来，算了算了，我背你吧。拿着伞，拿好，上来，一二三，走。这样，我忽然想到小时候你也这么背过我。你还说长大之后要娶我呢，呵呵，哎，那都是小时候的事了。是啊，时间过得可真快。嗯，是啊，时间过得真快。我想，自从小学分班之后，好像见面就很少了哈。你
你当时来我们班只找赵玉环，可能没有太关注我吧。哈，我那时候不爱跟女孩玩。不过现在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我们呢都是一个学校，还挺好。嗯。今天谢谢你啊。没事儿。哎，你别把我头发给压弯了，新整的发型。啊。哎呀，到了，终于到了，你慢点啊。啊。站好了。呀。还 OK 吗？嗯，谢谢。那我走了啊。嗯。我拿着。嗯。真的可以？可以。那上去吧。嗯。我先走了。在哪儿？我在回学校的路上。外面下那么大雨，你怎么回来？我一个朋友，他有车，正好顺路就送我回来了。你哪个朋友？程志远，你又不认识。男的女的？男的。他就在你旁边？对啊。好，我知道了。男朋友啊？他现在是我老板。我还以为你们已经和好了，还在闹别扭啊。师傅，一会儿您到我学校门口，在学校门口停就行了，私家车不让进。好，谢谢。沈侯送倩倩回宿舍，这才是校园恋情的正确打开方式吗？我早就说了，他跟严小晨就是为了面子，现在呀，总算拿对剧本了。先下去，来。哎，我不用。来，小心。谢谢。这把伞你要不先用着，反正车里还有。行，谢谢啊。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怎么不能在这儿？我是这个学校学生，我凭什么不能在这儿？哎，谢谢你送我回来啊！我跟我同学就先走了。拜拜。那个人有点面熟，你们是不是之前在食堂一起吃过饭？是。你不回我微信，就是因为他，他是不是想泡你？你管得着吗？我们都已经分手了，我愿意跟谁在一起是我的自由，你愿意跟谁在一起那也是你的自由。亮晨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喂，什么事儿？你可真行啊，你跟吴倩倩在一块儿都不告诉我是吗？太够意思了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你自己看群里，群里都炸了。当初好的时候我就知道成不了，这俩人根本就配不上啊。要我说呀，是沈侯终于认清了严小晨的真面目，决定迷途知返了吧。我想你应该是误会了，他是脚崴了，所以我背他回宿舍，跟我没关系。亚晨，你是不是吃醋了？没有。你就是吃醋了。
我认真的，你真的误会了。我不关心，我也不在乎，我就是陪你挽回面子，你只要付钱就行了。所以在你心里，我们俩的关系只是雇佣关系，我付钱，你陪我演戏。杨小晨，你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喜欢我？同样的问题问你，你呢？你真的喜欢过我吗？还给你。什么意思啊？一分钱都没动过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该结束了。不是，你把话说清楚。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你的面子挽回了，一切都结束了。杨小晨，你到底把我当成什么了？当工作。当工作？我一直以来求着你，缠着你，扒着你，我为了你，我连尊严都不要了。我呢？我的尊严在哪？这一切不就是你跟他们打的一个赌吗？你随身携带着他，你是不是一直在找机会？耀晨，你就这么烦我吗？明明是你先提的分手，在你眼里，我严小晨从头到尾眼里不就是只需要钱吗？不是，我从来都没有这么想过。可你对我做的哪件事情是跟钱没关系的？是，可能是我的方式不对，但我心里从来没有这么想过。杨晨，你对我从来没有动过一点点心吗？没有，完全没有。好，杨晨，好吧。我以后不会再来打扰你打你电话怎么不接啊？手机锁起来了。又锁起来了？这俩月你锁几回了啊？上啊！孩子疯了，疯了。又来了，哎。钥匙给我，我哪知道你钥匙在哪？给我，我没拿你钥匙。干嘛？你摸不着杨小晨，你摸我是不是？你干嘛？不是你放我这，你有病啊！
你别等了，你等不到的好不好？我沈侯要是再找严小晨，我是你们孙子。钥匙都喂鱼了，孩子真笨。上啊，你们是猪吗？哎，你今天怎么在宿舍呀？不用打工吗？你不用交论文啊？你管我啊？那你管我？喂，你好，严同学，你好。我是通汇金融武婷，我再和你确认一下薪资问题。我们公司入职以后实习3个月，实习期间1个月5000，转正之后会涨到7000，参与金融项目还有提成，你觉得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稍后我再联系你啊。哎，好嘞，谢谢您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来，再见。小陈，我听说你通过通汇金融面试拿到他们 offer 了。对啊。恭喜你啊，你还是咱们系第一个拿到像样 offer 的人。我要是羡慕就自己努力去争取，拿一盆子出气你也拿不着 offer。 你拿到 offer 了不起啊？通汇顶多算是家中等公司，又不是 MG， 你横什么横啊？你什么都没有啊。你打算去吗？肯定要去啊。公司实习的时候5000，转正之后7000，啥子都不去。但是我觉得你别只看眼前的待遇啊，你可以向更好的公司投投简历啊。嗯，我听说 MG 马上招实习生了，以你的实力可以去试一下。啊，谢谢你啊，我考虑考虑。不过这2个月你都闷闷不乐的，总算有点开心事儿了。之前还以为是……打住，打住，别说他。他已经从我的世界消失了，我去洗衣服了。嗨，他跟沈侯真的结束了？不会又要上演一场什么复合大戏吧？2个月没联系了，应该彻底结束了吧？唉，终于回归正常喽。